好，我是韦如，今天来看曲哥、陈哥还有亮哥一起所演的 Art。 那我自己呢，本身其实还蛮感动，因为自己身边也是蛮多朋友，那朋友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当然就是会有一些争执嘛，那你就会看到三位大哥呢在演绎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发生争执，然后后来他们怎么解决的。其实最后总归一句话，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不过最后就是要尘推尘土归土嘛，那其实那个最真实的友谊其实摒开一些对错是非，其实最后可以回到朋友最真实的那一面，还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。那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来一起看 Art 哦。